你们吃东西吗？我那有速食食品。吃啊，当然吃啊。吃八块。回家了，对不起，我走到别人家来了。SKY 天空少年，赶紧起床，九点出发，前往分界洲岛，找到你们的海洋环保体验指导牧野，开启你们的环保之旅。快，九点出发！快。现在8:59，走走，站好，走吧 ，nice， 走，出门了，出门了，郭振，哎，是谁墨镜戴错了吗？我咋变成那个大的了？嗯，好暖和啊！太阳出来了，喂。